的话，要是还不成功，我就劝你慢慢化去摆摊卫生得了。宇宙洪荒，地球得一镜像，名曰镜星。两星若双子，山川河流草木人物如出一辙。镜星生发镜元灵珠，使万物有灵，无形幻化。天地之心为人，人魂不散为鬼，物之性灵为妖，阳之精气为神。夫镜元灵珠，乃四界之宝，兽以之走，鸟以之享，日月以之明，星力以之行。凡得灵珠者，上可成仙，下可得天下，世间万物得偿所愿。这种玄幻小说文笔，你好意思说是古书？哼，我爸造假都不能认真点吗？哎，半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一万买古董借的八万块什么时候还？利滚利已经十二万了，再不还，砍手还是砍脚你自己掂量。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停机，请查证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我看你走到什么时候。第99个催债人了，我得想办法凑够门票钱。我要和学长爬山。学长正带领大家拍合照呢，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衬衫，很帅气啊。求真相。哎，你别发原图啊，我要省流量。你也真是够了。深个洞，连个提示语都没有。等我出去就找他们索赔。哎，什么东西？这洞里难道有神兽？
地球呀，害我白高兴一场。这么重，肉多有福啊，连我都砸不死姐。再撑着点啊！喂，喂，哎，你上来了没啊？刚才你电话一直打不通，大家都说你被坏人给绑架了。我说不可能吧？你这一没钱二没色的，到哪儿都挺安全。我不去了。什么？周景学长在，你都不来了？不会真被劫持了吧？一言难尽，我现在腾不出手，先不说了，挂了。哎，等等，那学长要是问起来，我该怎么说呀？你随便找个理由嘛。好了，拜拜拜拜啊！平安，夏葵同学怎么还没有到？他不会出事吧？学长，小葵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别怪我狠心，我实在没钱给你付医药费了。确认收货，我在你家买的翡翠镯有明显的染色痕迹，冒充诺种都不像啊！我要退款。亲，我20块钱的避货手镯，你愣是砍了半个小时的价砍到15块，再加上20块的顶级祖母绿宝石戒指，35块的孔雀蓝宝石项链，20块的清代翡翠耳坠，全给您打了50%，不到100块的东西，我还给您包邮了。小本生意，求别为难。亲，5星好评，下次更优惠哦。卖家人品恶劣，东西差不说，还欺骗消费者，说是进店可以享受50%优惠，但实际上只打了7.5%，还要求5星好评，请大家抵制这种妄想通过不正规渠道来增加人气的店铺。
难道是结界？将黑夜几乎变成了白昼，这个世界终究非属我族。似乎是个人类女子破了我的结界，难道灵珠在她手上？出现事。吓人好不好？你个淘宝店不好好卖东西，直播恐怖片啊？你今日做了什么？难不成你都忘了？我今天去爬山，不小心掉到了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只萨摩耶，然后……哦，你难道是那个狗的主人？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诚心砸死他的，我把他放到医院门口就跑了，是因为我实在没钱。休养不送，你的东西我还给你，我的东西你也速速还我。你项上戴的镜缘灵珠，灵珠，是这个吗？只要把这个给你，你就走了吗？正是。还！我现在都给你啊！我给你。为什么我又要取下灵珠，心脏就像炸裂了一样？果然。你已成为了灵珠的宿主，灵珠与你已经是一体了。那我会怎么样？取下灵珠，你便会死。那你还要我的灵珠吗？灵珠是我的，我自然要拿走。那我的小命岂不是也被你拿走了？
你的死活与我何干？我说了吧，我阳气很重的。是灵珠在保护宿主。看来只要有灵珠的保护，他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不过宿主一旦死亡，灵珠便会重新做主。何人在此作怪？是微波炉。微波炉？微波炉是何妖物？是一家用电器。电器又是何物？是。工具。电器是工具，微波炉是专门用来热饭的工具。这位兄台远道而来，舟车飘啊飘飘的，也很劳累了。我刚煮好了酱牛肉，要不要尝一尝？带路。肉是从此物中变出来的？是啊，这里面变出来的肉可好吃了。为了保命，只能用珍藏的牛肉拖住你，早晚都要让你还回来。别以为凭一点食物就可以打动我。长得跟人似的，又能飞，又能操控物体，吃起东西来跟兔狼一样，又说什么灵珠，又要我的命，跟个外星人一样，我是不是在做梦啊？这位兄台，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的肉不仅好吃，而且量特别多，想吃多少就有多少。等你吃饱，我再把灵珠给你也不迟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何方神圣？但是咱们的实力悬殊，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你说的那个地方，应该是九四吧？是一只狐妖，那个长得像萨摩耶的胖狐狸，宝相庄严的狐狸是您的真神，灵珠是您修仙的宝物，您已经入地修行一千年了，就在只差一天就要位列仙班的时候，被我莫名其妙的撞破了结界。天哪，世界之大，无妖不有。狐狸大仙兄台，我叫白霄。一点礼貌都不懂，要不是看在你是只妖怪分分钟灭了我的份上，本姑娘立刻给你卖到野生动物园。白霄，这个名字好啊，仙风道骨，一听就是正义的伙伴。那你慢慢吃，我去结一下账。你好，三十七号桌的顾客还要继续用餐，一会儿我俩的单他一起买。好的，欢迎下次光临。不是借钱，平安，你听我说，吓死我了，我差点死了，我得去你家住几天，
你不敢回家？啊，不借钱，借住啊。嗯，阳气那么重，肯定死不了啊。我这儿还有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解决完了他，下一个便是你。原来是蝙蝠妖啊。他死了吗？出来。快。是我动手还是你自己取下来？我上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逃了。二十四年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你选个死法吧，好歹你请我饱餐了一顿。不要啊！你求求再给我三天的时间，你走开狐仙，啊，无牵无挂，能活千年万年。三天对你来说只不就是抬指一瞬，但是对我一个小小的人类而言，真的是无比珍贵啊！起码也能让我料理一下后事啊！被我杀死还是自己以死谢罪，要不自己来好了。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带你吃遍这一千年来人类烹制的各种美食，绞肉、香肠、
身体素盘身体白两千种八宝珠沾明天孩子快一起快二上路神斩鹿子和香鸡兔子来往阴鱼。好吧，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我必定拿走灵珠。你放心，鸡鸭鱼肉绝对管够。那今天不对，是三天之内吧，再过一个时辰第一天就过去了。终于找到你了。